防弹少年团和朴宝剑为某饮料品牌拍摄的夏日度假主题广告幕后照再公开，少年们身穿活力满满的彩色 T 恤，在泳池中嬉戏打闹，开怀大笑，散发满满的清爽少年感，一起举杯畅饮，浑身散发着令人兴奋的能量。在这个炎炎夏日，想不想跟他们一起去度假呢？粉丝们纷纷表示，真的很想跟小哥哥们去度假了。非凡娱乐整理报道。